票的人真是越来越多了。哇，这就是大剧院。哦，哎，你、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逃票的，我的票大概是被人偷走了。别捣乱，快下去。我走不了，我是门关的忠实粉丝，他的秀我一场不落都看过，你千万不要让他们抓到我，不然我再也不能来看玫瑰了。每场秀都看过？嗯。那你会跳舞吗？会呀、啊，他们的每个舞步我都练了好几百遍呢。那好，跟我上台。啊，上台？哎，人呢？明明往这边来了呀。小峰，你说谁逃票？赶紧给我揪出来呀！明明连只老鼠都没有。我刚刚明明看到有个人鬼鬼祟祟往这边来了。我让你在门口检票，你非要跑进来看秀，看看看，你有票吗？今天呀，要是真有逃票的，你给我补双份儿。星辰姐好不容易能够登台，我当然得捧场了。这一人一票，我看得牢着呢，不该有人逃票的。少在这跟我狡辩，这秀啊还得继续呢。城市里烟火在午夜升起，亮得连沉睡人们都被唤醒。我是黄金。